輝，佢就喺嗰度自言自語。我就諗，死啊！係咪俾嗰啲靈體纏咗身啊？咁樣件事嘅真相到底係點呢？冇理由係神神鬼鬼嘅嘢啦。天靈靈地靈靈跳出生命，到底你是神靈還是幽靈？天靈靈地靈靈冤案清明，冤魂得到安寧就是我的光榮。朱 Sir， 你咪唔食生果嘅咩？啊，呢度有啲生果，孝敬你老人家嘅。明知我唔食生果，仲攞生果俾我嘅？喂，朱 Sir。要知道真相，去案发现场。唔系啊，朱 Sir， 朱 Sir， 大坏嘢做。朱 Sir， 喂，舅父，喂，沙仔，我上司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咯。佢老细嚟揾佢咗。咁我点算好啊？佢而家喺边度？佢而家去紧案发现场，咁我点算好？冇事嘅，你跟住佢啊，有咩事就打俾我。哦，朱 Sir。朱 Sir。朱 Sir。总我喺度啊！呢度唔系我发现咗。你头先你喺公园嗰度一下上个身，你知冇？上山上咩身啊？我喺公园嘅时候，然后你自己同我讲你要走过嚟呢度，跟住我揸车追你，我追唔到，然后我嚟到嘅时候你已经坐住呢度咗。我点过嚟啊？我唔知道你。阿炳舅父，阿炳舅父，你讲好唔掂，你 copy。喂，沙仔，你嗰个咩情况？你又肯秒冇？我上司好似濑佢，我而家过嚟。沙仔。你上司点啊？系好似散咗。嚟坐下先，坐下先。舅父，做咩无端端晓上咧？上同呢家嘢好难预测噶。嗰啲老细几时捉佢，好难捉摸噶。有啲人五十几岁就上同咗，有啲人十几岁已经上同。你上司之前唔系有先兆咗咩？又耳鸣，又听到啲嘢，最近仲睇到啲嘢添。哇，师傅，我可以唔有呢种能力喎，好辛苦啊！嗱，阿 Sir， 相同系好事嚟嘅，你做警察都系帮助人啫，你相同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嘅人，好事嚟噶。
喂，子璇，好事喎、啊，即时可以破案啦，破案就升职有望咯、啊。嗱，阿 Sir， 即系十五，如果你真系要封咗佢，听日嚟我神庙揾我。你而家都攰噶啦，翻去休息一下，谂一谂啊。沙仔，扶你上司翻去啦。朱 Sir， 寻日我舅父讲嗰啲嘢，你考虑成点啊？仙骨呢样嘢唔系个个人话爱有又有嘅喎，好似我咁咯，都唔知道我几想要，但冇变咯，拣唔中咯，我要都冇啊！嗱，朱 Sir， 你知唔知道你有一个能力啊？可以帮你破咗几多冤案，你知嘛？破完啲冤案。又升職咯，升完職，膊頭加多幾粒花喎。你唔信？睇下我哋差館，仲有好多案未破噶，尤其是嗰個阿雞啊，諗到頭髮都白曬。我係你就截咗佢個胡，然後份糧幫佢出賣。你有呢啲能力，同身嚟喎，朱 Sir， 幫緊人噶。諗下啦，朱 Sir。好，我今晚就决定赌一铺，我哋一齐落去案发现场。如果我嘅附身令可以上我身，俾我知道呢件事嘅真相之后破咗案，我就诚心去修法，用呢种能力去帮人去破案。如果今晚夜戏唔理，我就去你舅父嗰度直头解决咗佢，唔我再俾你上我身。嗱，呢个咪我识个朱 Sir 咯。朱 Sir， 咁点啊？唔知道啊，试下睇啊。你话你同你个老板赌一铺，你学过法咩？咁我点样上？叫佢上我身咪得咯。嚟啊，各位老细，上我身啦！老细们，你上我身啦！你俾我知道真相，破到案嘅话，我以后就合法跳槽，俾你上我身去帮助更多需要嘅人。好似冇咩反应喎，朱 Sir。嗱，唔系我唔爱跳动啊，系你唔爱上我身啫。打电话俾你舅父。喂，舅父，旁边啊 ？OK， 我上司叫我打起过嚟封咗去，你等我一下，阵间到，拜拜。想知道真相，仲跟我嚟？朱 Sir， 朱 Sir， 朱 Sir， 朱 Sir。朱 Sir 跳得系大圣嘅，今日我大圣嘅大显神威，大开杀戒啊！天灵灵地灵灵，跳出生命，到底